网友们，大家好啊！民间的观众、听众，大家好啊！今天我们请到一位非常具有传奇经历的中国的青年啊，他是83年出生，是80后的，但是他有追求民主的理想啊，他是南京人啊，他可以说是中华民国真正的首都出生的人啊，他向往这个真正的中华民国的生活啊，所以他2014年呢流亡到台湾。啊，在台湾呢这几年生活，各方面也并不是得意啊。目前他的身份呢也还没有正式的确定啊。他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他为什么到台湾啊，他做的事情，还有在台湾啊经历的很多的一些政治的风涌啊。尤其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他也做一些评论啊。最近我们知道，64、28周年，蔡英文呢在自己的脸书上发表了一个感言。对这个概言呢，我们有什么一个看法？他从一个中国流亡台湾的人士啊，他有独到的一个分析啊，还有最近王丹这个学生领袖啊，他准备要离开台湾，他本来在台湾教书，离开台湾之前呢，他发表了一番言论啊，说这个台独啊，如果不流血，那就是嘴炮啊，结果引起民进党、国民党一致的一个强烈的反应啊，那。这个王忠义先生呢，他是怎么看，也会做一个评论啊。所以我们先听他讲一讲他的这个经历啊。王忠义先生，你好。哎，你好，大家好。大家对你的这个经历啊，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啊。你是作为80后的青年，你以前在这个中国主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你为什么要逃亡到这个台湾？你先给大家讲一讲，对。因为那我大概在2012年左右，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呢，就对历史很感兴趣啊，但是对一些现象、一些社会现象很不满，但是呢，最后来一个无意中我接触到了一个自由门的软件，那才会翻墙。翻墙呢，一下子非常巧合的事情，我就联系到了海外的这个三民主义的啊蓝色这个泛蓝的阵营的朋友，当然后我就一下子给吸引到这个当中。那其实，在我们大陆的泛蓝啊，还是各个流派，它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让中国实现宪政、民主宪政。那只是说，民国派呢，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用中华民国已经实施的一个宪法来作为基础的这么一个目标。那就是说，其实是和其他的同道都是一样的啊，一个概念，都是希望中国民主。那我在加入了这个行动以后呢，我其实就是在做一些串联的工作，就是在各地，在全国各地的跑。然后主要我的任务是接触年轻人，在大学生甚至中学生当中，还有一些普通的人群，而不是上网的人群啊。过去我们讲说，很多做所谓启蒙的、做宣传的，是在网络的群体当中。那我们不光在网络群体，我们还在现实群体当中去推广我们的这种民主人权的思想。啊，其实在现实当中，我们不是说一定跟人家谈多大的大道理啊，都是说对比。比如说，经常我们会拿台湾的例子做对比，因为台湾也是华人，我们也是说中国话，也用中国字，但是人家实现民主了，对吧？那人家已经是过得一个很自由的生活，所以说以这个为一个切入点。但是到后来呢，当然老在这个圈子里面走呢，自然就是，不小心就容易会被盯上嘛。啊，那当然，而且我们这个其实来讲的话，你知道共产党他很担心年轻人能够聚集起来，他害怕年轻一代的力量能够聚集，所以说我们这种工作是非常危险的，而且我们是不图出名，也不图不是走哪就拍照啊，所以说就是在暗地里面做，暗地里面做，一旦去暴露了这个线索的话，那可能就会把其他的人牵扯出来，那比如说原来那些没有浮上台面的人，可能就会被牵扯出来，所以说那我在那个时候面临这种危险的时候，我得选择赶紧跑，啊！而且那时候，当然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被秘密的逮捕，啊！当然后来是放出来了，我后来了解了，但那个时候已经是消失了，所以说，我当时就想先跑出来再说嘛，那就跑到台湾，那当然在台湾来讲的话，我并没有一开始去向当时的马英九政府去提出政治庇护。因为我们在国内已经有各种的传言和猜测，认为这个，那过去的马英九政府可能对中共的态度是比较好的，
那很自然，他对中共态度好，对我们的态度就不太好啊。那所以说，我就积极，我就改变一个策略，我积极在民间去走访，在民间去寻找我们这个支持大陆民主事业的台湾朋友，还有国际上的啊支持中国民主事业的朋友。那在这个一年中，那其实我认识了非常多的朋友，包括很多台湾本土的朋友都是非常支持我们的这个民主追求啊。那所以，但是后来因为我国内的那些一些朋友嘛，就是我那几个同伴，他们在国内的，因为我们有一条线在国内去做一些事业，他们也是像告诉我说他们也遇到一些危险啊，需要立即就跑出来。然后当然我没有办法拒绝他，因为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我不可能拒绝他，我只能说那你来吧，但是台湾不能来。我说现在是这个马英九政府呢，他对共产党态度比较暧昧，所以我说你们最好不要来。那当然他们一定要跑出来，我说那没办法，那你们如果出来，那只能去美国，去美国避难，这样的话会比较安全，因为美国他在人权价值上他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啊，所以说才有后面的故事发生啊。对，当然很不巧，对，我给你先打断一下，就是说你第一次来台湾是你是一个什么方式啊？是一个偷渡呢，还是合法的身份进来的？我是合法的身份，我那几个朋友他是是那个驾船。因为我是先、对，我是先坐飞机来的，跟那个旅行团。哦，那旅行团刚到我就脱团了，啊，对。然后呢，你的那些朋友后来是怎么过来的？我的朋友嘛，他们后来就是弄了条船嘛，弄了条船开过来嘛，就是后来因为我们都不是太会开船，那他们也能这个奇迹般的到达这片区域，已经是我觉得也很厉害了。啊，但是不小心他搁浅了，那我们就去向海巡求救。海巡求救以后呢，他们就直接把我们抓了。他说要中国的这个出境许可。我说我都不承认中国那个政府是合法的，我干嘛要取得他的许可呢？啊，这个在我们的概念里面是没有是说不通。当然他们有他们的概念啊，他们就认为我们没有取得中共的同意，那就是违法的。啊，所以说就把我们都扣了。那当然扣了以后，当然我的朋友当然就知道了嘛，因为就立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我开始声援，当然也对马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且我们当时也有很好的律师啊，当时海外的朋友就是帮我们去请了很好的律师在台湾，然后就用一个法律诉讼的这个方式啊来拖延时间，一直拖到新政府上台，因为当时我们都清楚这一届政府不可能连任啊，所以说一定要拖下一届政府上台，因为民进党他可能在人权方面，在普世价值方面他一定会比较支持我们这样的民运人士，所以说当时是出于这个想法，所以在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就不认罪啊，这就是坚决不认罪，就拖时间，所以还好已经拖到了这个新政府上台。当然现在新政府的态度其实是有很大的改变，和过去来讲是很大的差别，已经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那包括现在新政府的这个对我态度都比较好，你觉得那个差别在哪里呢？就是跟马英九政府跟蔡英文政府在对待这个中国流亡人士，你说这个差别很大，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对，你像这个在马政府时代啊，可以说我们刚在刚被抓进去的时候，我说我是出于政治原因啊，我们是出于政治原因，因为我们在大陆追求民主，反对共产党的专制，才来这里路过啊。那但是他们这些一些公务人员非常恶劣，他就说大陆非常好啊，大陆哪里专制，现在共产党也很民主啊，你看大陆现在经济多好啊。我当时都傻了，哎呀我傻了，哪里这样，你是这是不是民主国家呀？你以为是这样，又被大陆公安给抓起来了？对呀，我以为要调到公安局里面了。真的，这种说法，我就当时啊，我都很感觉到非常诧异。然后在那个一系列的过程中，包括我们那几个朋友为什么后来自愿要回去，也跟这个有关。因为在这长期在这坐牢啊，坐了好几个月牢，然后又打官司，又和这些在这个环境下，他们其实心里面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创伤啊，其实就是过去政府这种
一直而且不断的告诉你，不断的说要把你遣返，不断的要送你回去，这种恐惧不断的在出现，不断就是说，其实他们的精神已经遭到非常大的压力，所以说他最后即使到了新政府上台，他们也撑不住了，他们也不想再撑了，然后就反而造成了一种认知上的错误，认为民主国家也是这样的，民主国家对于我们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还不如过去啊、回到那里认个错算了，他们是这样想的啊。当然这个想法我觉得也是很无奈的事情啊，也对，也是因为前面的一个政府的那种对待我们的方式，也长期的这样的压迫是有关系的啊。哦，对，就是那你现在纠正了一个新闻界的错误啊，因为当时新闻报道就是你的那几个同伴呢，都是被遣返回去的，就是基本上所有的报道都认为他们是被这个台湾政府啊遣返到中国去的。你今天做了一个很好的纠正，就是他们是自愿回去的，是因为受不了啊、在台湾的压力。但是你知道现在他们在中国的状况你清楚吗？他们回去之后被抓了没有啊？还有各方面情况怎么样？对，因为他们本身是，因为来讲，他们其实本身在这个圈子里面的涉入的程度是比较低的，所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回去以后认个错啊，那再说我又是被民主国家迫害的啊，回去认个错可能会共产党会放过他们，但是我得到的消息是他们回去到现在还被关着，那是因为是一个台湾的朋友，一个很好的一个先生和我们其中一个朋友的家属有联系，就问他们，哎，这么长时间了到底怎么样，对吧？还好不好？然后那边就说，哎，从回去到现在都没有，都在关着，那具体理由也没有说明啊。但是然后我们这位先生就说，那要不要我们这边发动这个啊媒体和团体来声援他们啊？那然后那边家属是意思是说，怕事情闹得很大的话反而对他们不利，说算了就低调一点。那所以这位先生就出于这个对他们家属意愿的尊重，就没有去宣扬这件事情啊，只是告诉我，那当然我也没有去多说这样的事情。哦，这个是个重大的消息，就是，他们去回去之后呢，真的是杳无音信啊，外界新闻界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啊。你今天才，让我们都知道，就是他们回去之后就被抓了，而且没有，任何的一个罪名啊，他不会以偷渡罪或者是，颠覆国家政权罪，他们现在就是抓起来一直，所以这个实际上更需要外界的一个呼吁啊，我认为就是应该，但是，加大呼吁才对。对，但是因为他们人家家属他有这个意愿，所以我们不敢说去违背人家家属的这个意思，您懂的吧？再说国内的情况其实也比较复杂，有时候你呼吁一下，人就能够有帮助，有时候你呼吁可能会对他们伤害更大，所以说这个我们因为信息太有限，我们现在很难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现在还是在观望的之中。对。那你自己呢？现在有没有获得这个难民的身份？还有呢？对台湾的难民法的这个批准进程呢，你是怎么看的？你可以讲一下。因为我现在暂时还是没有取得任何身份，但是我有提交了申请啊。那因为台湾它缺乏这种法律基础，所以说，但是他们会根据一个基于两公约的原则，人权两公约的原则和它本身有一个难民法草案的原则。来一个进行审核，但是他因为法律没有完全出来，所以说他这个审核的程序啊还有具体的东西可能就是不是那么明了啊，也不是有一定的或者说有时间限制啊，现在什么都还不确定啊，所以我现在还是在等待中。但是现在这个我不是说了，县政府的对我的态度还是比较好，比较柔和啊，但是他们你像见到我的官员每一个都会说啊你辛苦了，就是说对我态度就是不断反复表示啊，我们是对你是有善意的啊，没有敌意啊，我们没有敌意，但只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法律，我们也很难办，对吧？就是说他们更多的是让我表达的是他们没有这个法律基础的无奈啊，从个人感情上来讲啊，还是从各方面来讲，他们都希望我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归宿啊，这是他们向我表达的。那这个我其实也感到也很好了。虽然现在来讲是也不太，就很不明朗，哎，很不明朗。那你觉得台湾难民法到现在还没有批准啊？最大的障碍在什么地方？这个障碍应该是多方面的，一个是有很多
你知道在台湾，台湾的舆论，台湾其实很多媒体都是被中资占领的，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也不怕得罪他们啊。那他们不知道中国真实的情况，他们也不知道中国人民真实的情况，他们往往会灌输一种台湾人民一种观念，就是中共等同于中国啊，他们认为中国人好像都是帮着共产党的。那如果说你这难民法通过了以后，那很多共产党放很多这个帮共产党的人到台湾来，那台湾就等于是侵略台湾，对吧？更渗透台湾啊。其实这些都是误区啊。一般那我也经常反复跟他们解释，我说，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到了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实在是没有路走的情况下，他很少会选择抛开家庭，抛开一切。孤身一人投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这个是非常少的。你像当年我们都是流亡的人士，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如果说我们在国内还能待得下，还能活得下去的话，很少会有人去选择这条路的，对不对？你看，包括我们之前在世界各地的中国艺人士，无一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当然这来讲的话，其实在中国这么多人口里面，其实是非常少的。还有就是说，一个技术层面上来讲，能够逃得过中共的重重堵截，能够逃到海外的也是少数，对吧？像今天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只能说我们是幸运的，我们只是领了这一份幸运才能够出来，这不是必然的，不是你想出来就能出来的。所以说他们有很多这样的误区。还有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因为难民法呢，它是一个拯救外国的人的一个法案，它对台湾的本土的民众，可能他的这个选票的力度就比较弱，啊，所以说可能一些推动这个法案上来讲的话呢，他选票基础比较弱的话，民主社会嘛，啊，他可能他的力度就比较低，啊，这是我的猜测啊。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也总有一些人在台湾社会中不断宣扬恐共的一个理念，总在跟在台湾的这个媒体里面，资讯里面宣扬共产党有多强大。啊，动不动就说这个共产党2000颗飞弹对着台湾，但是他回避的问题就是，大陆上有多少民众是心向着台湾的？你这2000颗飞弹你敢打吗？我经常就跟他们说，你怕什么？是不是？2000颗飞弹怕个屁啊！中国几万人是心向着台湾的，你看看共产党打你台湾，看中国老百姓会干什么？是不是？就是说很多一些错误的概念，来阻挠了他们的正常的思维，他们对大陆的认知，在我看来是非常的少的，非常非常浅薄的，啊，对，怪不得就是台湾难民法难产啊。你知道我们的这个朋友姚宪宏，他是积极的推动难民法，对对对，但是呢，这几年也基本上好像还没有什么成果，难民法，对，你跟那个姚宪宏也很熟是吧？对，我跟杨大哥很熟啊。他但是他呢就是也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啊，他呢就是说一直在积极的推动这个难民法法案，是希望台湾成为这个亚洲的人权的诺亚方舟啊，这人还提出来，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好，我一听啊非常高兴，因为整个亚洲来讲，其实亚洲大部分地区其实是处在专制之中的，对吧？对，那少数的民主国家，你比如说日韩，台湾。是民主的，就这么一点了，是不是？那台湾来讲，无疑在这个我们整个华语地区，它应该是在这个人普世价值上应该是有最大的影响力的。它一直是被我们视为一个民主的灯塔，是不是？那就是说，我觉得他提的这些理念全都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有太多跟他相抵触的理念来抵触他的这个，来回击他的这个理论啊。当然来讲的话。但我说那些理论其实都是错误的，啊，其实都是不现实存在的。那不是说那像您刚才说到这个，王丹他最近有那个，对，这个发表那个言论的问题啊，我是看了一下，我觉得他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他说台湾越勇敢，中共就越难打压你，越不会打压你。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太棒了，我一直也跟他们说，我一直就跟我所有能见到台湾朋友，包括官员，我都会说，我说你们不用怕，你们应该强硬起来。因为你们在道义上，你们是占领制高点的，所以我们中国的民众，包括海外的华人，都是心向你台湾的，都会支持你台湾。只要你现在还是民主国家，你不要说我今天搞共产了，我今天搞独裁，那肯定我马上不支持你。但是你今天是民主国家，你让每个台湾人民都有选票，虽然我们没有选票，
但是我们都支持你台湾，我都跟他这样说的。那所以说，你共产党其实他对外看起来很嚣张，他其实是一种心虚的表现。他正因为他没有合法，没有一个合法性的基础，他也没有人心的基础。首先，所有中国人都知道他不民主嘛，他专制嘛，对不对？他在中国国内欺压老百姓，在国外拼命撒钱，中国老百姓都饿得一家人都要一家人死六口。对吧？杨改兰那一家人死六口，就为了300块钱。那中共官员在外面吃一顿饭就几万块。你说中国老百姓，对啊，几十万都有了，对吧？那个什么啊，去奥运会代表队那个一去几十万那个官员，所以中国人其实都知道。所以说我们经常讲说什么启蒙啊启蒙，我觉得中国老百姓今天的他的启蒙的程度，他的觉醒程度，不亚于我们在海外的人，更不亚于就是。海外的普通民众，比如说台湾的民众啊，甚至美国的民众，那我们中国的民众对于共产党的认知其实是比海外的很多人是深刻的。对，但是好像他们啊并没有出来反抗啊，并没有上街，也并没有发表言论。那我这点是非常理解的，因为在中国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对不对？那换句话讲，中国人在经历了70年的压迫以后，他也变得越来越聪明。他这种聪明，他会越来越懂得保护自己，对不对？那少数像我们这样的人就不太会保护自己，就愿意跳出来，是吧？就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当然，大部分民众他其实懂得保护自己，但是这些民众他的心里面他知道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他知道哪样是好的。所以说，我觉得中国人绝对不会永远忍受下去。总有一天，中国人等到那个机会来的时候，他一定会站出来，他一定会跟着所有人一起站出来。但所以说我觉得台湾朋友不用怕，绝对不要怕中共，不要怕中共打击，中国人民跟台湾人民是站在一起的。对，你说的非常对，就是刚才你也提到这个王丹他的离开的时候临别的这个话啊，其中的这句话我也非常认同，就是台湾人不要怕，你越不怕越勇敢啊，这个中共政权他越敬畏你，就跟那个以色列一样，以色列的周围全都是敌人。但是他自己非常勇敢，然后加强国防，所以那个周围那些阿拉伯国家对他很害怕，以色列变成一个最小的一个超级大国。这个就是我就是鼓励台湾要成为一个亚洲的以色列，这样的话啊，你才能这个赢得国际的尊重啊。我们现在又回到网友很关心的你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到底是什么身份，有没有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还有效吗？你拿到中华民国护照了吗？那没拿到的话，你现在到底是个什么身份在台湾？因为我呢跑出来的时候还没来得及去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啊，因为那时候比较仓促，我只办了个旅行团。你知道，在台湾到台湾来旅行是不需要护照的，不需要护照吗？啊、对，用一个通行证，因为中共他不认为他认为台湾是他的一部分嘛，所以说他不承认，他到台湾是不用护照的，所以说他只给一个通行证。那我那时候没来得及去办啊，所以说我到现在还没有，我没有任何护照现在。那台湾的护照当然也没这么好拿了，我觉得啊，所以这个是现在还不明朗的状态。当然我相信的话，怎么说呢，其实我对个人的身份啊并不是太在意啊，我只是希望呢我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安全的自由的生活环境啊。至于说成为哪一国人，那我真的不在乎，对吧？那我们在心里面的理念上我们是中国人，但是我们现在说实话，中国人现在是没有祖国的啊。我认为中国人现在没有祖国，因为我们那片土地现在被占领了，我们那片土地上面的那个政府，所谓代表中国的那个政府并不是我们承认的。也换句话说，如果说谁说我是中国籍，我也会说我不要承认我是中国籍，我宁愿做一个无国籍的人，我不要做中国籍的人。对吧？其实、这个中国不是五星。对，其实那个身份跟那个你的安全问题是息息相关的。你在美国也是这样，你在美国就是你拿绿卡，但是你如果轻微的犯罪了，他就把你还是驱逐出境。但是你如果是有美国护照的话，你犯再大的罪，你刑满释放，你还是待在美国。所以你在台湾的这个法律地位实际上对你保证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对，其实台湾他对。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燕鹏啊，就是那个燕鹏牧师，他以前也是异议人士，
他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燕鹏牧师他是前段时前两前去年吧，好像去年他是拿到了中华民国身份证。不错，嗯。对对，他是等了很多年以后啊，等了很多年以后，但是在这很多年当中，他是什么都没有的，什么身份都没有的。对对。对，他才拿到，那拿到以后呢，当然就安心了嘛，对吧？那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其实是没有任何法律保障。那当然来讲的话也是一样的，也是不可能犯罪，我也没有可能机会犯罪啊，没有那种机会犯罪对对啊，对，关键他还有，但是现在有一个不太好的问题就在于他还不允许工作啊，甚至你没有机会工作啊，那我对也是，对，对这吧？个这也个是就，网友比较关心的，就对，他这们是比问较你，麻烦的，一这问就你在两台湾一，的生活怎么样，对，一过个的是就是。啊。因为台湾呢，一个是吃老本的啊，就是原来的老本，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这边有一些民间的慈善机构，啊，但是对我有一些照顾，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人啊，他们在一些对我都有一些支持，所以说我还才能在这过得还不错。其实，而且我其实对生活要求也不是很高啊，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过生活上是不是问题，我只是觉得老晃在这里，什么事都没做啊，我只是觉得。啊，很对不起这个我从中能我能逃出来的这份幸运啊，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些人能逃出来是一种幸运。那对，我们消耗了这种幸运，我们就要回报那些不幸中的人啊。在现在还在大陆的那些人就是不幸中的人。那我们希望我们要担起这个责任，而不是说我们出来了以后。啊，我们拿到外国护照了，我们就做外国人了，然后就享受着外国的福利，然后大陆人民的苦难就不要管了。那我觉得，这不管从一个人普通人来讲，还是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都是不能接受的，在我的概念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说，我始终都有一种，愧疚感啊，这种愧疚感，希望我能做更多的事情，能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因为我毕竟享用了这份幸运，我必须得回馈他们那些不幸的人。对你说的非常好啊！我们这些人，流亡在海外，一定要问一下，就是到底我们为什么跑出来？跑出来到底要干什么？并不是为了发家致富啊，或者是某一个普通的那些华人认为的美国梦啊，或者什么台湾梦。实际上，我们主要还是要反馈中国的民主运动。现在网友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上次就是张忠民吧，那个啊，张向忠。张相忠对对，就是上海那个异议人士啊，张相忠，他来了之后怎么样？怎么很快就哦，给对，驱逐回去？你还是跟他在一块的，你可以讲一讲他的这个过程，对，对，好，其实。这个张向忠先生啊，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啊，是一个真的真心在国内就是为民主事业奔走的人，非常非常用心。那当然，我之前不认识他，当然我在美国有一个新公民运动的朋友，因为我在国内时候我就认识，我们一起在一起一起共事过。但是张向忠到了台湾以后。他当时是本来是准备找一些台湾的朋友来接他，但是可能一些临时的原因啊，意外，他没有找到那些朋友，然后就打给那个我在美国那个朋友，也是新公民运动的，然后那个朋友就立即打个电话给我说，哎，这边有个情况啊，我们以前有一个，跟我们一起新公民运动的一个人，一个哥们儿在台湾出事了，你看能不能帮帮忙？我说那没问题啊，一定，这是一定的，义不容辞，然后我就。让他把我的电话给他，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我就赶紧去接到他。但是，怎么讲？我了解到他是坐了3年牢，在中国坐了3年牢，而且在坐牢期间，他一只眼睛还被搞瞎了，牢里面被搞瞎了。哎，我说这个是也是太惨了。而且，这个张向忠先生这个人非常执着，他为中国这个民主事业真的是他自己掏钱啊，自己说把自己的工作都。没了，住的地方经常被赶啊，这样他都仍然痴心不改，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非常敬佩，我是非常敬佩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一定得帮，对吧？但是呢，我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因为他也是跟团来的啊，他跟团来的，然后当然我们没有想到他，当然我并没有帮他去找那个记者啊，那记者是可能自己他通过什么别的朋友的渠道找到的记者，
没想到那个新闻一下子就搞那么火，啊，就搞那么火就出来，然后就在他那个团离开回去的那一天，他正好也被一起送回去，放在那团里面送回去。具体你要说他到底为什么被送回去，其实我也很难理解啊，我也很难理解。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当时那个人那些人带他走的时候呢，可能也没有说要把他送回去嘛，是吧？所以我也是不太理解这个问题啊。唯一庆幸的就是他回去以后呢，暂时是还安全，暂时还安全。但是我们都清楚，在中国，你搞这一行的也没有绝对的安全的，对吧？你哪一天早晚的这是啊，所以我也是非常难。我没事给他要发信息，我们说最多也就说一两句话，就说你要保重，要保重啊。他也是非常一个劲的感谢我，我说我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我什么都没做，对吧？我也没帮到你什么，对吧？所以说我也觉得很愧疚。对，张向忠被带走啊，就是从你的住的地方吗？当时是。对对对。对。他这个可能他对。这个案例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就是蔡英文政府啊，对大陆异议人士，不友好的一个表现啊。其实，张孝忠已经证明他的确确是中国这个异议人士，也是要寻求这个安全的，应该就是说，在台湾呢应该保护下来，结果反而就是把他给遣送回去，所以这个案例呢是开了一个很恶劣的一个先例啊。你觉得是不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不完全是，因为这里面的情况很复杂。我觉得呢，一个是时机问题，可能。因为他还有他那个事情和李明哲他牵扯在一起，搞得非常敏感，这也是一个问题。而且我觉得像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蔡总统呢，他才上来以后呢，你知道他的个性是比较柔和的那样的人，他不是那种。那么，他什么都是喜欢很柔和的那种处理的，但是呢，这个原有的这个官僚体系啊，它还是有很多这个老臣在，那很这有很大一部分声音就是认为，哦，这个事情闹太大，可能会让共产党不高兴，但共产党不高兴呢，可能就不太好啊，这是我猜测啊，这个不一定成立啊，就是说，其实它这个里面是有不同的声音在博弈的，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一个不小心。就博弈到另外一边，我觉得这个暂时来讲的话呢，还不能说对于他本人啊，对中国民意人士的态度来下一个定论啊。我相信他本人对这个追求民主的人的态度应该是好的，应该是友善的啊。这个是我相信他本人来讲是这个概念，只是说能做到哪一步啊，能够尽力做到哪一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再努力的事情，还是要再更坚决的一个态度的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台湾朋友不应该太害怕共产党，不应该太害怕共产党。我们要知道，这个真正这个一个强权的政府，它的最后的结局一定是走向灭亡，专制一定走向灭亡，没有第二种可能性，对吧？那只是一个早晚的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那这个中国的人民会永远存在下去，是不是？那你的态度，你对于中国人民的态度，将决定了以后真正的人民得到了主权以后对你的态度，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对，就是回到这个蔡英文的这个话题啊，他在那个六四二十八周年的时候，在自己的 Facebook 发表了一个六四感言。这个感言呢，就整体而言还是以正面的，就是人权价值来唤醒大陆的政权，就是自由民主是全球普世的价值观，要履行自由民主，而且像台湾一样，这个平凡。二十八一样啊，要度过这个六四这一关啊，要这个承认错误啊，或者是向人民交代啊，都是这个应该的。所以他的这个感言呢，从这个积极的一个方面来说，还是比较正面的。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评价，很多人就是拿跟那个美国国务卿特里森相比，特里森那个就是非常强硬，六四十八周年这个声明就是要叫中国政府交代这个真相，到底死伤多少人。而且就是谴责中国这个践踏人权啊，你觉得就是说，蔡英文的这个六四感言呢，你读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对，我觉得这个感言当然我们看到也是非常的欣慰啊，
当然来讲的话，他是以一个站在一个非常友善的角度，其实我觉得蔡总统包括台湾已经对那个中共已经表示出了最大的友善，已经把所有的友善都表示出来了。那这个六四的感言其实也是在以一种善意的一个态度来劝诫你不要再去继续去走的不好的路，对不对？也劝诫你希望能够让自己去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出发点。当然我相信中共不会去领他这个情啊，因为来讲的话，中共的这个八九的屠杀来讲的话，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事件，这个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帮这个盗国贼集团啊，现在我们出来这个新词盗国贼集团，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盗国了，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盗国的，从很早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盗国了，就是那帮盗国贼集团为了保护自己这个既得的利益，为了让中国成为他更多这个不断掠夺的一个共体，能够保住他的执政地位，来进行了一场屠杀，进行对中国人民的一个合理的民主诉求的一种扼杀。所以说他的这个中共的出发点是不一样，他不可能回头。当然你当然作为一个外交上的来讲啊，作为一个领导，他当然会以这种善意的态度来劝告他啊，当然是表示，我说错了，这是其实是向他表示一种最大的友善，因为我们不可能昧着良心说你这是对的，我们一切都支持你，因为你做的不对的事情我们还是要指出来，对吧？那人权民主的人权那是普世价值，希望他能够回到这个洪流当中，对吧？那也不至于灭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态度，但是我相信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啊，就是这样。那对于像比如说美国那个国务卿迪勒森先生他说的那个比较强硬态度，当然我们中国人听了更喜欢啊。你知道其实今天的中国人听到任何对于啊中国政府的强硬的言论强硬的行动啊都是支持的啊，不管你是哪一国，其实今天是这个态度，对吧？没有说你啊你是美帝国主义，那都是五毛说的话，对吧？中国民众没有这个概念，中国民众会认为你这是在帮我们说话，你在为我们伸张正义，是不是？所以说中国人民当然更希望外界的政府国际社会能够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共更强硬，对吧？那如果说要表现善意当然好，其实你做的已经够多了，我们都已经感受到您的善意，对吧？应该是时候开始强硬了。对，我觉得这个他用那个个人的 Facebook 呢只表达了一个个人的一个态度啊，他应该就是说总统府的发言呢或者是外交部发言呢啊，因为这个中国和台湾呢毕竟是一个特殊的这种关系啊，所以在这个六四这个问题上应该比其他国家甚至比美国呢更加要出色的发表这个言论啊，尤其你刚才一直强调的就是台湾的这个民主派人权派是他的优势啊，是他的筹码，他要善于这个利用，不要放弃这个最大的这个武器啊。但是他在个人的 Facebook 让我想起就是我们曾经访问台湾的时候当时是因为那个王炳章的一个事情我们过去了之后呢那个也是六四好像是啊，那天一见到那个陆委会的主任当时是赖幸元啊，赖幸元一见到我们呢哦还不是赖幸元，是他的一个助手，他一见到我们就说啊，今天这个赖主任在个人的 Facebook 上对这个中国政府啊要求释放这个王炳章啊，怎么了啊，就是显得就是对释放王炳章这个事情很重视嘛，啊，但是回头一想，实际上只不过是他个人的 Facebook 个人的表达。他如果当时陆委会发言要求中国政府释放王炳章，那才觉得是有这个压力的，对吧？所以他变成一种个人的一种抒情啊。所以对这种方式呢，实际上也是过于柔弱啊。蔡政府的这个一年来的施政呢，尤其在这个两岸关系方面，就是太过柔和，太。这个表达这个善意过分了，应该再表达一些强硬啊。我觉得他在今后的这个三年呢，如果再不强硬呢，可能他的民调还要下滑。对，刚才就是谈到王丹的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再继续谈一下。就王丹离开的时候，他就写这个留言嘛，啊，他就说这个台独啊，如果不流血，那他只是一个嘴炮啊。所以你
在台湾也待了这个三年了吧？三年是吧？哎，对，三年。你是怎么观察这个台独这个深绿这个群体的呢？对，王丹的这句话你是怎么反应？对，我觉得可能他说的其实只是一个普通道理的一个延续吧。那比如说我们像在中国的时候啊，我们会说每一个中国人，当你受到这个压迫的时候，受到共产党和这个体制压迫的时候，欺负的时候，当你觉得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当然你一般会有两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忍受，你也可以选择反抗。选择忍受的话，你就不需要抱怨，那你就认命啊。那你选择反抗，你就要勇敢的战斗到底，是不是？那所以说我相信这可能是出于这种道理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因为当然来讲的话，这也是一个永远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我想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并不是这个，我觉得台湾人民面对的最主要问题是在于中共对于在国际上对台湾的打压，才造成了很多台湾民众在心理上想远离你这样一个专制政权。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台湾的这些媒体当中呢，这些媒体呢很多都是被中资收买的，他们不去真实的去反映中国的情况。他们很多你看台湾的电视，他转播的节目都是从中国的电视台里面直接拿过来放的。那你是一个自由的地方，你媒体是自由的，你完全可以放我们那些每天中国人去上访维权，对吧？中国那些反抗政府这些群体事件，对吧？中国那些官员欺压百姓的这些新闻，你完全可以放这些，完全可以让台湾人民知道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的。而这样造成一个舆论，就是很多普通的台湾民众把中共等同于中国，认为好像中国人都是那种跟共产党一样啊，都要欺负台湾人的。那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概念，这样它造成心理上希望远离，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但是这是一种错误的概念，对吧？我希望就是说，我们这些能够那些所有的媒体人能够有一个良知，对吧？能够像我们在海外像民进这样敢说真话的媒体一样，那把真实的情况说出来，让人家知道真实的事情，对不对？你人家自然会有那个正常的智商去判断谁是对谁是错的，对不对？那当人民获得了真实的信息以后，他会知道中国人民也是支持台湾人民，也是向往台湾人民的生活的，对不对？那他就会知道，哦，中国人民和中共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同一目标就是中共，因为中共在中国欺负中国人，中共在国际上欺负台湾人，甚至台湾人跑到中国还被中共抓起来，是不是？那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敌人，就是中共，因为他同样，我们都是受害者，而不是产生一种在那种媒体的裹挟下产生了互相敌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偏差。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说将来能够改变的话，那会走向一个很合理很理性的一个正轨。对，刚才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你怎么看台湾的这个深绿群体，就是主张台湾彻底的独立，而且以这个台湾共和国的这个名义，而不是中华民国的国号，他们向来以为中华民国也是外来政权，所以他们要独立。就其实王丹说的这个台独啊，主要指的还是这个深绿，你怎么看他们最近几年的发展呢？对，不是因为其实我呢并不太了解这个群体啊，我并不是很了解这个群体。那就是我刚才说的，但我理解他们这种心态是因为中共的打压产生渐行渐远。但是你要说他说改国号那个东西啊，改成台湾国这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更多的人的认同，需要台湾人的认同。就是说，怎么讲呢？因为现在我觉得台湾本身它是独立的，啊，那它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政府、宪法，有自己的货币，而且这个货币是在国际上可以流通的，它哪一点不独立嘛？对不对？那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一定要成立台湾国的话，那这个就是一个改国号的问题。改国号的问题，那就不是说，不是一个反抗强权、反抗压迫的问题。我觉得，因为你不处于压迫中，那共产党对你的这个压迫其实是外在的，在国际上的，他并不直接在生活中干预你，是不是？那就是说，你这是个改国号的问题。改国号问题，那需要说你这个更多的人呢，去支持，或者说。如果大家都有这种想法的话，啊，那这个是后面再讨论的问题。这个当然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台湾的投票权，我觉得我也不太关心这个问题，啊，我们其实更多关心的是中国民主化的问题。我相信中国民主化以后，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民主，共产党倒台以后，
台湾人民会有更多的理性，更多的自由来选择将来自己要选择的愿意过的一种生活方式，对吧？而不是像现在在一种乌云下啊，在一种就是说中共的武力威胁下啊，各种专制威胁下，各种渗透下，对吧？各种这个信息混乱的这个灌输下，来做出一些不理性的选择啊。我觉得现在应该来讲说，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包括说这些追求啊改国号的朋友，他也可以说和我们站在一起啊，参加到这个帮助我们中国人实现民主的这个运动当中。这个对我相信，对于将来他们来讲的话，会有更好的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天地。我相信，对吧？就像我刚才说的，从舆论上，从真相上，对吧？从环境上，他们会有更自由的空间，是不是？而现在不应该把思想局限于这个在现阶段不能完成的目标，对不对？对，你作为以前的这个中国的民国派，就是说他们有个理想，就是要建立真正的中华民国，就是光复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觉得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伪政权。啊，谁是新中国？那新中国才是中华民国是真正的新中国。这种观念呢，像辛浩年先生呢是一个代表。然后在这个台湾呢，就是蓝营呢这几年根本就不关心中国的民主自由了。但是就是持有这种民国派，就是在中国呢光复大陆，然后恢复中华民国，在大陆地区恢复中华民国，像这种思维的人在台湾有吗？还有吗？其实是有的，啊，但是就台湾的朋友，台湾的这个蓝营，这个三民主义者啊，这个民国派和大陆民国派，我已经发现是彻底的不一样，啊，彻底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们的出发点和我们的出发点不一样，他们可能更多的出发点在于这个，我们要追求一个完整的中国，一个更统一的大中华民国啊，这个概念，啊，那当然这个也有它的理论基础，也没关系啊。当然我们大陆的民国派更多的是出于对中共暴政的反抗而加入到民国派的阵营当中。那其实说句很现实的话，如果说中共在49年建政以后他实行了民主宪政，对吧？那中国形成了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我相信民国派不会存在，在中国不会存在。正因为他对人民的无情打压，对人民的无情蹂躏，才会说让我们中国人不断的去思索，在历史中去思索，哦，我们原来曾经还有过短暂的民主的一段民主的经历。因为中华民国宪法是47年制定的嘛，因为就是说蒋前总统他是在这个二战结束之后，那在内战还没有完全消停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的要实行宪政。这个就是为了消弭共产党的这个内乱啊，但是其实这一点没有做到了，共产党才不管你要不要实行民主呢，他就是要夺江山的，对不对？但是这个可以显示出，就是说在过去的这个老一辈的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建国者的心里面啊，他还是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国家的啊，但是出发点这个是不容抹杀的，但只是说在后来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他可能没有做到那一点，这个当然是令人惋惜的。当然今天在台湾的这个所谓的蓝营的人已经完全没有说要让中国建立成一个民主国家的概念了，我现在跟他们完全是不来往的啊，因为他们对中国的民主事业完全漠视，甚至还不断的告诉我说中国很好，哎，而他们还经常跑到中国去大吃大喝，然后说中国现在非常好，共产党都在变，越变越好，我听了这个话我都想吐啊，这个我都不想听啊，对吧？因为这个说句不好听的话，这要不是打人要上法庭，我都揍他了，是不是？这个，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良心的问题，对不对？你这个东西，中国共产党这么无情的压迫人民，你居然今天不断的，你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台湾，你资讯这么发达，而且你还是说，还告诉我你是三民主义的这个支持者，你还说共产党好，这是不能接受的事情，对吧？当然，我们来讲呢。今天其实应该年轻一代应该更开放，一个更开放的心态来对待这个世界，对吧？包括更开放的心态来对待这个更多的人，包括不同理念的人，是不是？就像说我从来都说我是最开放的民国派，我从来都说我是民国派，但是我是最开放的民国派，就是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是看着中国人民在每天生活在苦难中，看着那些杨改南那种事情不断的在发生，不断的有人在冤死，不断的人在被凌辱，
我们看着这种现象看不下去，看不下去，我们投身到这个革命当中，投身到这个事业当中，不是为了成就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党来对哪里进行执政，不是为了成就说一定要建立一个叫什么名字的国家，对不对？那民国派的出发点只是在于我们曾经有过民主，虽然呢很不成熟，而且现在在台湾也实行了民主，这个国号还在，我们希望能够用一个成熟的一个民主体系，能够使我们在中国将来的民主变革当中能把牺牲降到最小，能让中国人民受的苦难减到最低，我们是一个这种出发点，我们说在国内去进行民国派的运动啊，跟台湾的这些人其实不太一样。当然台湾有很多年轻人我都有接触，他们我不断在跟他们讲述啊，他们也在了解，他们也能理解中国人民的苦难，他们也是真心的这个希望中国走向民主的。我说的是年轻人啊，那个台湾你说体制内的那些蓝色的那就不谈，那就不用讲啊，那这个就很没法提了的。对，其实总结一下的话就是国内中国国内的民国派呢，主要是以民主自由的价值观来实现一个民主的共和国，这是一个民国派的一个特色。但是台湾的蓝营呢已经早就失去了两蒋时代的理想啊，就是民主自由光复大陆这个理想早就失去了。他们现在蓝营搞的就是统一啊，就是我这个中华民国怎么样融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对对，是甚至那个孙中山的那个孙女啊，有一次在北京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中华民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这个是太丢那些蓝营的这个脸了。就蓝营现在逐渐变红了，已经是一个历史的趋势。哎，所以这个是要这个让国内的民国派也是非常失望的。对对，我是跟国内民国派交流当中，他们都已经了解了。哎，我再跟他们一说，他们就更了解了。已经对他们完全就是站在对立面了，已经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不断听到说中华民国也是中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中国，我听到这话，那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跟你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是啊，这样的人我就没什么好说的。对对对，好，那个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你觉得台湾的经验呢，对未来的中国民主化呢，有什么样的这个借鉴啊，有什么的作用啊？你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对，我想台湾的民主化的经验对中国来说当然是至关重要的。首先，破除了一个共产党经常宣扬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中国人素质很低，中国人没文化没素质，所以不适合搞民主，民主不适合中国人。但是台湾也是在血统上他是中国人啊，那他也能搞民主。而且在当年他实施民主的时候，我不相信他的那个所谓啊那种文化素质能有多高，对吧？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对吧？很多那些所谓文明程度很低的国家，他们都实现了民主，对吧？这个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就是说，台湾的这个民主宪政呢，它是沿着一个中华民国的一个宪政的步骤来的，它有一定的历史的轨迹可循。当然现在来讲，我觉得它并不完美啊。那对于台湾来讲，我觉得它并不完美。当然将来，但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呢，那是一个有和无的问题，对不对？即使今天台湾这种不完美的民主拿到大陆去，那对大陆人来讲也是天堂了。天壤之别，当然，对啊，已经完全是天堂嘛，天壤之别嘛，对吧？所以说，我们觉得这样的话，当然，如果有一天我们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推翻共产党的统治，实现了民主，我们当然可以把台湾的民主借鉴过来，当然还一定可以把它实现的更好、更完美，完全可以弥补它今天很多的不完美，因为今天很多不完美，它有很多客观的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中共的渗透，对吧？那些意识形态的混乱。对吧？包括其实我在现在了解到一些台湾的一些教科书里面，还是国民党出的教科书里面，这些教科书里面居然讲到共产党的部分，就跟我们在大陆那个中学政治课本一样的，在宣扬共产党，在说共产党好话，啊，这个而且还喜欢在说基督教坏话，然后说这个，我觉得这是很过分的事情啊！我本来还不知道，后来无意中我看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台湾现在的民主不完善是有很多原因的，就像我上面说的这些原因。当然我希望，我相信当共产党这个乌云彻底散去以后，那这个我们可以实现更完美的民主的这个机会
更实现更完美的这个民主的这个空间会更大，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当然，我们希望台湾能够现在坚守住它的民主，不要被这个中共的这种恐吓去打压，因为这个东西一定会，因为这个东西是永远存在的，普世价值是永远存在的，谁都逃不掉。我们现在中国人最怕、最希望的就是，我们不求啊，我们现在没有说啊，希望国军反攻大陆，没有这种想法的。大陆人没有一个人有这种想法，民国派都没有这种想法。我们所有的想法就是，台湾你能守住你的民主自由，当人权问题在人权问题上不要让步，是不是？那希望更多，比如说，如果说有一些我们在中国能够遇到危险的一些民意人士，你遇到在台湾能够伸一把手帮忙，能够帮忙你就去帮忙一下，我们就是这种要求。对吧？最起码不要去阻碍我们，因为中国人民真的太惨了。中国人民如果不实现民主的话，对台湾人民绝对也是个噩梦，对吧？当然，中国人民就更万劫不复了，不是？对，好啊，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你在台湾的生活啊，你对这个台湾社会的各种的观察反思啊，尤其对最近发现的这个几个热点，蔡英文的六四感言，还有王丹的临碑感言啊。你都发表了精彩的这个分析啊，尤其你确实向台湾社会也呼吁来这个帮助啊中国的这些流亡人士，在紧急的关头能成为一个挪亚方舟啊，来逃难的一个避难所。这个我觉得是华人民主国家台湾它应该履行的啊，它是一个责任啊，因为它对它本身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非常那个感谢你接受采访，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继续来谈，让网友们再感受一下你在这个台湾的生活和你在台湾得到的思想的一些结晶。好，谢谢你啊，谢谢你，谢谢宝成兄啊，谢谢。